现在测一下这个手机录音屏蔽箱的这个屏蔽效果。这个这边呢是两个苹果的手机，一个是 iPhone 6，一个是 iPhone 7 P。然后呢，咱现在在打开录音，屏蔽功能也没开，这个屏蔽箱，点开录音，点开录音，能够正常说话，我把它放里，随便找两地放一下。好，现在就。我没有开屏蔽器，没有开屏蔽这个录音屏蔽箱的屏蔽功能，然后咱现在把它盖儿关上，一二三四，现在我说话能够正常录上，然后我现在呢开这个开关，然后我再说，一二三四，好，这个的效果，点开录音，能够正常说话，我的放里，随便找两地放一下。好，现在就我没有开屏蔽器，没有开屏蔽这个录音屏蔽箱的屏蔽功能，然后咱现在把它盖儿，一二三四，现在我说话能够正常录上，然后我现在呢开这个开关。再看一下这个 7P 的效果。好，现在就我没有开屏蔽器，没有开屏蔽这个录音屏蔽箱的屏蔽功能，然后咱现在把它盖儿关上。一二三四，现在我说话能够正常录上，然后我现在呢开这个开关。效果没有问题，可以很好的这个起到了这个防这个非法录音的这个效果。